我是武大靖，冰刀教会了我如何超越。他说想当冠军，得先征服冰雪。他说，哪怕坐冷板凳，也要想着往前冲。他说超越的时候，你才是武大靖。如果没人可以超越，就超越自己吧。我是武大靖，不断超越是我开始的力量。为每一次超越加油，为所有冬奥运动员加油。看冬奥，吃肯德基金桶。